嗨，大家好，我是阿叔。我现在来到了重庆市的彭水县，蚩尤九黎城景区。这是一个以苗族始祖蚩尤文化为主线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由40多处单体景观建筑构成，继承和延续了苗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重现九黎之城的历史风貌。蚩尤九黎城是中国最大的苗族传统建筑群，欢迎大家继续跟随阿叔的镜头，一起去游览这个苗族始祖蚩尤的蚩尤九黎城游览。欢迎大家给阿叔点赞、转发、评论、留言。更欢迎大家订阅阿叔的频道，谢谢大家。保健有5000人左右的劳动收入。
将围绕中药材基地道行家基地为如何助力基地实现重点打造乡村美有新气象，开发天然草皮能豆，保护传统苗族村落，把农草卫生因素在村里根深蒂固，助推育行经济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中国古诗人。
游客朋友们，第一次来九黎城哈，没有跳过采花山的各位游客朋友们，请大家积极参与到其中。